对，咱人类呢，在外海来讲，要随着潮汐，哦，要看着天气，还要看我们的运气。那像今天下雨的话，浪又打那么大的话，在外海可以说真的没有办法看得到啊。那有兴趣看的话，这里有保证方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它跟大海相通。第一呢，它这个藻类跟鱼类跟潮汐水进来的时候，退也会退出去。可是它不可能完全全部都退出去，哦，它会在这里怎么样？慢慢的延伸繁殖，哈，哦，这里面都有，哈，哦。那加上这里呢，没有风浪一直带着它走，然后呢，水温呢，哈，哦，尤其是水温，水温的话呢，它常年累月都是恒温，哦，所以在这里看来，你们一定可以看得到。那你们就会很好奇，那为什么现在看不到？因为现在整条都打电灯，有光害。有光害的话，我们看不到。这个电灯一关呢，随便轻轻拨，都是蓝鱼的，哈，都是蓝鱼的。太亮。来，这两条哈。这两条是那个火山岩，啊，这两条不是花岗岩，这个才是花岗岩，这两条不是，啊，这两条是火山岩，因为它刚好有那个火山岩脉在这里，啊，飞机是不是？对。Okay, 那这个是第一站、第三站。第三站。第三站。台湾有没有下雨？没有。没有哈。马祖今天早上才开始下雨。气象报告是局部阵雨，结果一直下。切掉才有。来，各位有想拍照的话，我们可以回头拍。